我是铁道旅行安排者 Rebel， 在107年10月24号，美术馆是8:09首发射速，于三次进入海星号超重的一电头加八节举光号指向西斯顿门举光号，在等待它的通过。这相片我带你对电门打举光片。好，这班是329次进入海星号频道的1853-1854微小圈的，在美术馆的时间信号。然后等下代币的是5D30举光号，进入海星号超重的一电流加八节举光号，这样行式自动门举光号，在美术馆那准备通过。准备时间通过，这样。进入海星号超重的一电流加八节举光号，这样行式自动门举光号准备通过。美术馆站。这就是个臭臭的1213电流加八节举光，这将是四次这么举光，已经通过美术馆的许可，酝酿报告。